报告教官，发射完毕。。准备好了，发射！发射完毕。杨振华时间12秒，弹着点距离目标0.5米，并列第一。杜先明，准备下一组。是。杨振华，去把王工换回来。是。张学士、黄振涛出列。是。检查教练带是否正常。是。检查完毕，没有问题。好，张学士，你先上。是。上次你就不及格，这次你再不及格，不就开除了啊？瞧好了啊！哎，对，小心点儿。今天教练带的这么沉呢？有时间限制呢，哥。再说你们这事儿应该问张学志啊，问我干什么？真的不是我，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。我跟副队长无冤无仇的，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儿呢？二位教官，我发誓，这事儿真不是我干的。撒谎！你老实讲。昨晚就寝前你在哪儿？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老老实实说出这件事的幕后主使，否则背黑锅的就是你。这凭什么是我不知道。黄振涛，我向你保证，只要你说出来，我会亲自向校长替你求情。说吧。不，
我不知道，我脑子可乱了，我忘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统统关禁闭。杜司命，哎，是不是你动的手脚？你有什么证据这么说我？没证据，别乱猜疑。我跟你一样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是不是你啊？什么我跟我呀？你怎么逮谁咬谁啊？我哪知道啊？同学们都知道，你们一直想对付杨志华，这件事儿肯定跟你们脱离不了干系。说话要有证据。张学志，其实你完全用不着这么疑神疑鬼的。这件事情，学校肯定会调查个水落石出的。而且我相信，我们三个都会清白的。卓玛，这件事情学校还在调查，你放心，一定会有结果的。李教官，那杜新明啊，做事仔细，不会留下什么痕迹的。他呢，这是蓄谋已久，反正一天他不害死我，他呢就一天不会善罢甘休。你就那么认定是杜庆明干的？那兵器库我进去过，那教练弹和实弹是分开装箱的，这不可能搞混了，也更不可能拿错，那是在两个地方的东西。他除非呢有人蓄意破坏，故意的把实弹放在教练弹里边。那杜庆明呢，一直恨我，因为我把他弟弟给炸死了，所以，但是我真没想到。他会用这么卑鄙的手段？这样是吧？在没有证据之前，我希望你把这种猜测放在心里头，行吗？嗯，我听您的。教官，干嘛？学校对上次演习事故的调查结果出来了。由于没有确实的证据，终止调查，对三位学员的禁闭解除。听好了，我不希望这类事情以后再发生。如果再有一次，就用我自己的方法找出肇事者。听懂没有？听到。懂了。在。秦明，我说你还能笑得出来？怎么了？我觉着咱是不是做的有点太过分了？你说什么呢你？木兰，木兰。好几天没见到你了，庆明，我想问你个事儿。说。杨志华，你给杨志华换炮弹想炸死他，是不是你做的？这事跟你没关系。你让我太失望了。他是杀害青阳的凶手。哎，难道你们让我心平气和地跟他在一起成朋友啊？所以就因为这样，你就要杀了他，是吗？木兰，我真的不明白了。从小我们跟青阳一起长大，现在他被人杀了，凶手就在我们眼前，我们不报仇吗？清明，青阳的死你也有责任。你现在把所有的怨气
都撒在杨志华身上。如果青阳在天有灵，他也会看不起你这样做的。杨志华他没有错，错的是战争，是命运。如果你这点都想不清楚的话，你还配当一个军人吗？别说了，孟兰，这个仇我一定报。清明，我是一个护士，我以救人为己任，而现在你以杀人为目标，我们已经南辕北辙了，你让我们怎么还在一起？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样吧，你想清楚了再来见我。木兰，木兰小姐，喜欢吗？你没事儿不在讲武堂待着，老上我们家干嘛呢？今天讲武堂放假，我说过来帮你们干点活。那之前我不是把你花给拔了吗？我也给种上了。这花你种的？啊。这昨天晚上还没有呢，这一夜就长出来了。说，你是偷的吧？这花还用偷啊？那不野地里边有的是吗？对吧？喜欢不喜欢？不喜欢。不喜欢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你跟我说，那个我就给你种。那我先把它给拔了啊。哎，我回来。啊？不用拔了，凑合看着。木兰小姐，其实你这人啊哪儿都好，你看人长得漂亮，又善良。就是这脾气太大了，你说以后你要嫁给杜家，人家家那么大，那还不得给你小鞋穿呀？管着吗你？杨志华，我告诉你，没事啊，你在讲武堂待着，别老往我们家钻。哎，对了，你说你种花就种花吧，你撒一地花瓣干嘛呀？一会儿给我扫了，扫干净了。唐继尧旧部唐继愚趁滇军与黔军激战之际围攻昆明。唐干，让开！我对，让开，让开！报告。去吧。是。嗯？怎么回事？去看看。王参谋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唐继愚趁着龙司令在外作战，率军偷袭了昆明，部队现已到城外70里处。昆明城守军兵力不足，团座紧急征调讲武堂的学生参加评判，团座钦点你们两位作为军事顾问一起参加。啊！杜青石团长命令讲武堂的学生军立即跟随步兵参加评乱，由李秋白教官向大家宣布炮兵科的临时编制。现在宣布参战人员临时任命，杜青明到，任命你为炮兵第一排代理排长。是。杨志华到，任命你为炮兵第二排代理排长。是。宣炮兵出。是。是。目前，在昆明城内还能有建制的部队，只剩下咱们团了。所以，先期消灭叛军的战斗，只能落在诸位的身上了。下面，
我部署一下。九营担任正面进攻，二营和骑兵营两侧迂回。鉴于叛军在罗湖店一线建筑了一手难攻的工事，我特意从讲武堂炮兵科调来的学员，临时组建了一个重炮营，随时向你们提供策应和火力支援。是。等等，讲武堂的几位教官作为顾问也来到了咱们的阵地上。鉴于龙军长对讲武堂的重视，这几位教官又是龙军长的座上宾，我们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。这样吧，把我的警卫排调来，保护他们的安全。另外，不让他们去前沿阵地，让他们在后边待着就行了。诸位，都明白了吗？是是是，去执行任务吧。杜船长不愧是龙云校长的得力干将，作战部署快速合理，这手下的队伍一看就是训练有素。谢谢教官。杜兴石团长可是龙将军麾下的第一猛将啊。如果贵国的部队都像六十九团一样，中国何愁不强大？哎，你看他们马上要发起进攻了，走，去前沿阵地看看。好的，去看看。几位教官，杜团长有令，要务必保护几位的安全，请几位最好还是待在这里。为什么？就因为我们是学校里的教官吗？我们同样是军人。别忘了，我们还兼着顾问的身份，如果在这里什么都看不到，还顾什么问？哎，几位教官，杜团长也是为我们好，啊！小伙子，你去向杜团长报告，就说我说的，我们的安全我们自己负责，他打得越狠，我们这儿越安全。是，去吧。敌人的火力非常的凶猛，两侧都有重机枪，命令重炮营给我狠狠的打。是。排长，排长，我们什么时候开炮啊？大伙都等不及了。着什么急啊？我找一个最佳的时机，别着急。士兵，这二排怎么还不开炮啊？不管他们。炮手停顿，不间断放炮。是，放。所有炮手注意，目标前方敌军指挥部，方向加009，高低减003，停的，双炮齐放，预备，放，放。机会来了，真掏海报。带2门迫击炮，跟我走！哎，清明，清明，你要干什么？看见了吗？前面那个位置是最佳的射击位置，我要炮位前移。清明，你这样不经过上级请示是违反军令啊！振涛，这是战场，战机稍纵即逝，等你请示完了，黄菜不都凉了？清明，你忘了清扬是怎么死的？这跟清扬有什么关系？听见了吗？冲锋号都响了，只要我们把炮位前移到那个绝佳位置，就可以火力覆盖敌军，说不准我们还可以打掉他们指挥所呢。我是一排长，听我的，将来有赏的时候大家伙一起去，上军事法庭我一个人去。可是这没什么可是，听我命令。
炮位前移。是，胡总，炮位前移。是，你们跟我走。杜清明要干什么？这个想法很好，就是过于冒失了。如果杜清明改一改这个急脾气，将来他要比他的堂哥更有前途呀。不行，不能由他现在。快，这里距离够了，加炮。同学们，咱们让敌军好好领教领教咱们讲武堂炮手的厉害。炮弹，放！停手！放！快！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。的这一波冲锋让我们压下去了，他们可能要反冲锋了。这次咱们算是碰上对手了，对面这支部队绝不是等闲之辈，我估计啊，一定是唐继尧压箱底儿的宝贝。您的部队顶住这边的冲锋，然后部队暂时撤离，让炮兵队掩护。是，放。敌人冲上来了，快隐蔽，快隐蔽，快撤，快撤，加炮还击啊！清明，咱们就剩一发炮弹了。什么？同学们，别紧张，我大哥一定会来救咱们的。知道，把炮弹留着，等敌人近距离，我们再加炮还击他们。是，打！难道你是顾问就能随随便便进入我的指挥部吗？清明擅自脱离了炮兵阵地，让敌人给围了，你得赶紧派兵救他们呀！你说什么？清明擅自脱离阵地，在什么位置？是不是在那边？敌人围而不攻，什么意思？是想引诱我们前去支援？歼灭，不能轻举妄动啊！杜团长，你不动清明怎么办啊？如果清明出现什么不测，也怪他自己太自负。你，我是一团之长，不能因为救了弟弟，牺牲更多士兵的生命，要顾全大局。杜团长。坏了！哎，这杜清明啊，被他们给包围了。哎，你看看，杨排长啊，咱得去救人呢。同学们，走，跟我去救人！等等等等等等，都别动！现在去救人的话，那不等于送死吗？那敌人的火力那么猛。杨排长，
都知道你跟清明有恩怨，但这时候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瞧你说的，我至于这么小气吗？调包位，快！聚野，二十五，高低，减四，方向，向左。这清明他们方位，你上他们开炮干嘛？清明，三分钟以后，你就朝这个位置给我开炮，记住了，三分钟准时开炮。 打准点，如果打歪了的话，我跟清明有可能都回不来了。这儿指挥权就交给你了，给我几个手榴弹。排长，小心！你记住打准点啊！好，小心。清明，快没子弹了！清明，清明，大哥什么时候来救咱们？老大哥应该不会来了。不会的，他是你哥。正因为他是我哥，我了解他。这个时候他再不来，他就应该不会来了。同学们，眼下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打！ 快开炮！是。葛文杰，葛文杰，葛文杰，清明，同学们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大哥是不会来了。你们为了活命，谁投降我不会怪你们。清明。 你算什么屁话？咱们是兄弟，一起出生入死，要死也死在一起。对，要死一起死。弟兄们，咱们跟他们拼了！！打！ 没事吧，杨志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当然来救你们来了。你来救我们，还轮不到你。你来抢什么英雄？杜清明，我杨志华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，我是欠你弟弟一条人命，一直想还给他。今天是个机会，但是，就得看老天爷成不成全你了。杨志华，就凭你一个人，是不是白白送死吗？少废话，想活命的话就听我说。30秒之后啊，咱们的炮火会在敌人的攻击位撕开一道口子。 那是咱们唯一能跑出去的机会，到时候能跑多快跑多快，明白了吗？预备，放！
清明呢？不是来看我的。我问你，杜清明呢？我以为你是来看我的呢。快点说呀，杜清明在哪儿呢？在隔壁的。杨志华，啊，谢谢你今天救了我们家清明啊。没关系，我们是同学。 哎呦，哎呦，我这伤怎么样了？哎呦，我伤挺好的。我说木兰，那个，你还是不用对我这么温柔了。你一对我这么温柔吧，我有点害怕。我是不是天天骂你，你才开心高兴？不是，哎，你啊，无论是骂我还是对我温柔，我都高兴。嗯，那你先好好养伤，我看我们家清明去了。哎。 木兰，木兰，干嘛？你还是要害不如说吧。来，清明怎么了？你得有个心理准备。说怎么了？清明他，哎，你还是别看了。清明，不能死，你别吓我行吗？ 说过你要娶我的，你死了我怎么办呢？清明，清明，清明，你，杜清明，骗我是吧？ 你们俩来戏了，我不是演啊？不是，他我哭挺好，他笑了。他笑，他什么呀？他我生气了。哎，木兰，你还装啊？装吗？这次我不信你了。不是不是，趁他伤口了。啊，趁他伤口了。嗯，那你别动嘛，刚做完手术。你要不走，我就不动。你就别吓我。大姨妈骗我吗？啊。 吓死我了！你哭起来的样子也很累。告诉你个好消息啊，叛军节节败退，昆明城已经解除危机了。现在全校师生都觉得你这仗给蒋武堂争了光。哎，打胜仗你不高兴啊？哼，有啥可高兴的？您说，这仗谁打赢了不都一样吗？ 打来打去的，最后受苦的还是老百姓。志华，嗯，你能这么想，我很高兴。哎，邱白老师，我想参加共产党。行啊。为什么？那天啊，您讲的太好了。您说共产党领导我们建立一个新的社会，人人平等。 没有剥削，也没有压迫，
大家伙都是一样的，那这不就是大同社会吗？我觉得，如果要真是那样的话，那该多好啊！而且呢，我知道了，这人活着呀，不光是为了穿衣吃饭，还得有信仰，有理想，就是说，要做国家的主人，要对国家做出贡献。 时隔三日，但郭沫强啊，实话，你不得了，你说得好，真的说得好。那这么说，我是不是就能加入共产党了？那还是这么快的事儿啊？那为什么？哎，你听我说吧。嗯。我们共产党，跟其他党派不一样。嗯。要加入共产党。 就要做好准备，为党的事业贡献一切，牺牲一切，奋斗终生。你现在只是单方的热情，你对我们党的宗旨、目标、信仰了解的还比较肤浅，没有关系。你今后要认真的读书，好好的学习。等你对我们有了深一步了解以后，咱们再谈这事儿。行。 我一定会努力的。行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去看看清明他们啊。好。那不等，不等，不等。哎。知道吗，木兰？战场上敌人冲上来的时候，当时我真的有点害怕。 你像胆大包天的杜清明，也害怕的时候，我是怕再也回不来，就见不到你了。清明，我听说了，这次得多谢杨志华救了你，要不然咱俩就真见不着面了。 你别老找他报仇了，好吗？我的事儿我自己会处理好。那怎么了，木兰？怎么了？我这两天担心你，没好好吃饭，胃不舒服。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。 干什么呀？好了，啊，我也想找你聊聊。聊什么？我跟你说啊，不管聊什么，我都奉陪到底。哎，干啥？说说吧。为什么救我？我欠你们家一条人命，把你弟弟给炸死了。 不知道爱了有多久，只知道刚明白爱
爱就散了，不知道走了有多久，只知道刚踏上路，别就开始了。当序幕拉开的瞬间，音乐传来这旁白，玫瑰的舞台怎会有凄凉的告白？才哥儿的诗句粉饰不了情伤的黑白，戏剧的最后注定以悲剧收场了。怎么偏要去想呢？